先稍微放松一下，现。等一下啦！我看到东西。还好啊。哎呦，哦，没有，我说我心脏那个发作，真的是。你还好吗？哎，我觉得你今天很倒霉，你不是跌倒就是被人家推，然后就是撞到。等一下，你刚看到什么啦？你怎么这样突然尖叫啊？我突然那个头飞出来，然后回来又撞到摄影师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好，在哪里？你直给我看，用那个手电筒给我指这边吗？嗯。那小在那边，头在那边。对。头在那边干嘛呢？头什么年纪的人呢？有脖子那个筋呢，他就是。好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用坏的形容词，你要用好的，讲好的。筋啊什么？他其实我想可能站在那个台子上，只是我们只看到他的头而已，对不对？你说他刚头飞出来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我们来继续翻东西啊。五根的文具，不好意思。你看那门的后面啊，你看啊，有没有这种是以前那种曲棍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在美国有玩过，这种是美国人比较爱玩，所以这房子有可能是住的是外国人。你看，这就是那种烂衣服，很烂的。你这样拿起来一定很多灰，你知道吗？拿着上面的。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搬家的时候这些衣服却没有把它搬走呢？会不会是他们来不及搬？你看这很薄了，你拿着很重。这是件大衣啊。你看啊，这衣服好奇怪啊。这衣服一看就是那种好像定做的耶。嗯，好像。为什么？我在镜子上面看到有女生的头，长头发的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知道怎么讲了。你把它拿起来看，你拿起来看啊！那是我的反射啊，因为我在镜子上面啊。你长头发吗？我短头发。对啊。现在还有吗？你看。有啊。我看看，这个不是他的吗？很恐怖的。不是，我只看到件衣服啊，你有看到什么？还有他手擦红色指甲油了，穿在这个衣服里面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他 please 放下来 ，please。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？中国。嗯。而且你看那个厕所纸啊，你看、都已经发黄了。然后我相信这一定蛮硬的。对啊，那感觉就是，那厕所也是哈、很脏乱。我那上面是铜绿耶，已经没有水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再去其他的看看。哦，这个柜子好大。你看这边有一个那个，这很像风琴哦，可是应该不是风琴，应该是那种桌子。给它拉一下看看，拉不出来吗？哦。其实那种桌子啊，就是那种古代的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，你看已经这么久远了，竟然还能开那么顺利。为了解开这两栋鬼屋的种种谜题，沈荣和阴阳眼观众选出一块阴阳交汇的灵地，并且在地板上布好六芒星的感应阵。在这种聚灵的阵势当中，阴阳眼观众可以顺利地感应到这两栋鬼屋所发生的故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在这个六芒星啊的这个圈圈当中，小胖妹现在坐在中间。那这个背后呢，挂了一个这个衣服，然后手上拿一个娃娃，这为的是要凝聚这个灵气啊。那现在我们不要吵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在坐在那个中间，非常专心的正在感应啊这个屋子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先给他一点时间。所谓的阴阳眼是可以看得到灵界，而有阴阳眼的人更是灵媒体质的不二人选。因此我们征求全国具有阴阳眼及灵媒体质的人不辞劳苦来到鬼屋，
就是为了能够为观众感应到除了惊声尖叫之外，鬼屋到底还可能发生过哪些恐怖事情。就是住的都是外国人，我现在在对面的房子，旁边的房子，他们自杀了。他把小儿子也杀死了。好。大家都不敢进来住，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子，大家都不敢进来住。你刚才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到有一个太太跟一个小孩，那你说那个太太她把小孩杀死了，为什么她把他杀死呢？我可以看他现在非常努力的在看一些东西啊，因为他有阴阳眼，他可以看到一些画面，感觉不到这方面。全部都是什么？我感觉不到他为什么要自杀。但他是怨气很重吗？对，他是怨气很重，可是我感觉不到他为什么要自杀。他是曾经住在这房子里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后面那个衣服是他的衣服吗？不是。不是啊。可能是以前房客的，是不是？有人在摸我。有人在什么？有人在摸我。有人在。有人在摸我。摸你哪里？我的背。他是善意的吗？还是不是善意的？这道很冰。他是想要传达一些讯息给你吗？没有。小胖妹，小胖妹，你还在吗？小胖妹，我有点晃了。屋子有在晃吗？对。你在晃呢？地震吗？不晓得。屋子好像是有在晃的那种感觉。屋子有在晃呢。是地震吗？小的，你没感觉吗？没有。你进来，你进来。谢荣，你们刚刚在现场拿起来那件衣服，那小胖妹说。他看到玻璃里面反射有个人头在那衣服上，对，还有红色指甲，那意思是他穿起来那件衣服了。对，他我就是把那拿起来的时候，他在那个镜子反射有看到上面确实是有头，然后就算我把衣服这样转，他头还是不动的。所以因为小胖妹他有阴阳眼嘛，可能有那个鬼啊，可能想要穿到衣服里面去、就是、还看得到红色指甲油。哎，对，他还看到，他还把这样拉起来，哎，他是擦红色指甲油。不过在那个小画面感应里面，我们现在有听到他讲什么，有人自杀了，什么把小孩子也杀死了，难道他们走得好快？哦，他你有听清楚这些？我有听清楚。其实那个房子好像是有人在那边自杀，那有一个妈妈跟小孩，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灵体在里面，因为当时那个我们有工作人员说他感觉到那个房子在震动，那我一直以为说是地震，因为其实921才刚过不久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一般地震是这样子摇，你会觉得有点这样摇，这样晃，它那个震不是，因为我仔细去摸那个墙壁，它是这样子在震的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好像是底下有马达，就是晃得非常的那种马力非常大的感觉。其实一般经过这次的大地的地震之后哈，地磁波很多山脉它都会走掉，地磁波会乱掉。当然在阴阳乾坤的话，我们这个人的话居住的就是阳宅嘛，那一般的话鬼居住的是阴宅嘛，
那我们阳宅大楼都会倒塌，那地磁波乱掉的话，有些在魂魄方面、灵体方面，可能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聚阴，会比较多一点。那当地磁波经过这个大震已经有些变动之后，那在那个的空间里面，这个灵界的朋友又比较多。那当小胖妹如果说她个人的磁场，如果说和灵界有开始在互动的时候呢，在那个房间里面，它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感应存在。不过小胖妹在现场，我看她在现场做感应的时候，后半段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影片停止的地方啊，她那个表情啊，整个反应都不一样。以前我看前几集小胖妹跟我们出外景，很少有凶恶的表情，对，她那个眼神突然间很诡异。而且我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到，就是那个屋子在震动的同时，她就有那个表情。而且我看她很痛苦，抓住头发。对，我觉得她那个讲话内容或者表情，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人呢。你觉得是两个人在讲话，很多人轮流？难道是附身的吗？因为玉婷，你有阴阳眼嘛？其实你应该知道说，他那个情况跟一般来讲是不太正常的。对，如果譬如说，如果是譬如一个人的话，他会是一个很顺畅的，譬如说他会讲一段话，至少也会完整，就是多多少少啦。可是他一下子讲这样子，一下子讲一下，可见的一下子什么哦，我被杀了什么，然后什么，一下很多人走动什么，对，所以对他用的主词不太一样，所以可能他主词动词不太一样，附在他身上的灵四周有很多。对，大家轮流上来说话那种感觉，上到他的身上来，有可能，因为你看他那个眼神，你看他那瞪人的那个样子，好可怕啊，吓死了。我们再回到影片去看看他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先生怎么了？先生你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？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？进来了，走开一点，不要这么大的，走开。进来哪里？是怎样？谢谢你。稳住，稳住。被摇他，摇他，摇他。秋慧，秋慧，你怎样了？啊？秋慧，好害怕啊！不是，他用眼睛瞪我。有。我见过那个的秋慧。我见过那个的结婚，我见过那个的结婚。你不是你为什么这样看我？我好害怕啊！你不要这样看我，千万你不要这样看我，我好害怕啊！你拿红包袋，红包袋给我，快点！好，哇！你拿手机，拿额头上，额头上，进会。刚刚那个什么，他才会痛。有没有？我们也问他，对啊，我也问他，那个师傅就问他说，哎，那他那个头会痛，是不是你害？你知道吗？他就讲，这样。